Okay, control momentum by other functions. 我们来举一个 sine function. So, the W is FZ, but this is sine X, sine Z, sorry. Sine Z 到底如何命名？我们要来看一下。OK. 第一个呢， sine Z 它到底可以变成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在这边它会等于 U 再加上 IV， 那 U 是什么 ？V 是什么？我们要先知道它才比较好运作。OK. 那这怎么办呢？因为 sin 里面 z 是 x 再加上 i y 啊，我这个放进去我还搞不清怎么算，对不对？我只知道 x 跟 y 都是实数。OK， 假设我知道 sin x sin y 这些我都可以算，那所以我最好把它算一下。 sin z 我要怎么算 ？sin z 我要把 x 再加上 sin 的 x 再加上 i y， 哇，这个很麻烦的，我二倍角当然是可以的，但是看起来也不是很好算，简单一点的我把它变回去 exponential 二 i 分之一 的 exponential i z 减掉 exponential 负 i z。 对不对？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，这是第一个，很简单。所以这样一来呢，我这边就可以写二 i 分之一的 exponential i 的 x 再加上 i y， 减掉 exponential 负 i 的 x 再加上 i y。我可以写成这样，那里面就可以整理，就变成为 exponential i x， 到负的 exponential 负 y， 减掉 exponential 负 i x exponential 正 y， 可以得到这个，然后再把这个呢用 cosine sin 画出来，它只会变成 cosine x， 再加上 i sin x 乘上 exponential 负 y， 减掉 cosine x 减掉 i sin x 乘上 exponential y。 是不是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？好，我们继续处理一下。所以呢，我们把几个东西再整理一下。二 i 分之，我把 cosine 的通通提出来。所以 cosine 这边有 exponential 负 y， cosine x， exponential 负 y， 这边有负的 exponential y， 对不对？ sin 呢，前面都有 i，sin x，i sin x， 所以这边 exponential 负 y， 后面呢负负的正的 exponential y， 对不对？所以紧接着呢，我让它变成什么？这边呢，我最好让它颠倒。 颠倒前面要加个负号，那我把它变成 cosine 负的 cosine x， exponential y 除以减掉 exponential 负 y 除以2 i， i 跟 i 消掉，再加上两倍的 sin x， 哦，抱歉，它二分之一，所以把二分之一放在下面 ，hyper sin y 再加上 sin x， hyper cosine y， 哎，我就变成我可以处理的。 所以呢，最后我的 W 就变成这样，对不对？现在有个问题哦 ，sin 呢，这些它本身是周期性函数，周期性函数就代表一件事情，我 z 在变化的时候。 透过 sin， 它会一再的重复到原来的数值，因为它的周期是200 ，sin 是200，所以比如说 z 等于0的时候 ，sin 0就是0，对不对
z·2派 的时候呢，也是等于零，所以很明显，这个对应绝对不是一对一对应，对不对？而是什么多对一的对应，多对一的对应 ，OK。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一下。周期十二排，所以啊，这个没。1 to 1，前面我们讲的都是有 1 to 1，但是这边它不是 ，OK。所以我们来看几个东西，好吧？我们看几个东西，看几个例子，对这个方式啊，稍微有个了解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看几个 vertical strips。假设有个线段 x 呢是在二分之派到负的二分之派之间 ，OK， 为什么我们要限制在这边？我们不是说任何的 mapping 啊，它未必是 conformal mapping， 纵使是 conformal mapping 呢，它除了要可解析之外，其实 sin z 是几乎什么地方都可解析，但是在 critical point 上面，它的 mapping 呢就不是 conformal。什么时候是 critical point？ 因为啊 ，f plus z 呢，会等于 cos z。你告诉 cos z 在哪边？二分之派的地方是不是等于零？对不对？等于零 ，when z 等于正负二分之派。OK， 所以呢，我们先看一下那个线段。OK， 所以相当于说，我们要在 x、y。然后我们找个地方 x 等于二分之派负的二分之派中间这条线段到底转换到什么地方去 ？OK， 很多啊，因为我只界定了这个范围。是不是我这个范围里面有很多条线？我也可以有很多条垂直的线。对不对？很多条线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看看这个 x， 要是 y 等于 constant， 那么这个就代表一个什么？y 等于 constant 是 horizontal， 它只是个线段。OK， 你变成 constant 等于多少？那么它会面临到什么东西？根据上面呢，它会面临到什么？y 要是等于 constant，y 等于 constant， 所以这些都是 constant， 只有 sin 在变，对不对？只有 sin 在变，所以你要是下去运作的时候呢，它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它会变成什么 ？ellipse， 搞不定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它会变成 UV， OK， 它会变成一个椭圆的形状，OK， 类似这样的。但是要很注意哦，几样东西。OK， 那么它可以变成这样。那你要记住，本来我们的转换 f z 呢是等于 sin z，
在这个这两个界面上面 ，x 这两个地方上面，比如说 y 等于零 ，x 等于二分之派 ，sin 二分之派等于多少？一，那就 mapping 到一，对不对？这个点 mapping 到一，但是你不能够包含一哦，因为它是 critical point， 这个点是 critical point。OK。那其他比较小的像 y 等于 constant 是比较小的，对不对？你计算结果它会变成一个椭圆啊，是在一跟负一的外面的这个地方。好，然后再来了 x 要是等于 constant 呢，你就会发觉你做的是 vertical lines。它可以转换成什么？转换成 hyperbolaHyperbolas， 它会等于零啊！我应该把这个写画成黄色啊，才知道谁是谁啊！然后另外一个呢，你发觉它在靠近这个轴上的时候啊，这个点外面的通通都不包含在里面，它这么挖空的 ，OK， 只有在怎么样这个线的外面，这个点的里面，你才可以画出这个 hyperbolas， OK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有个很好玩的一件事情，它们 intersect 的地方，它们交叉点的地方。全部都互相垂直，也就是说根据这个地方它是垂直的，它过去也是垂直的，而且呢大小完全一样， sense 也一样，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这个 size z 呢它本身是什么 formally 它是怎么样包角的一个运算，只是我们无法用我们的逆眼的那个东西来做如此而已。 OK，好，我们来看看一下哈，我们怎么来得到这些结果。好，从右边那边呢，我们知道一些 U 呢会等于 U 就是前面这个实数部分。我这么有没有 I 啊？没有哎，应该要有啊，这边是不是要 I？ 对了，这个 I 要保留了。所以负负得正 ，I。OK， 这样子才对 ，Sorry。哎，还是那个要有 I， 海伯伯利的有没有 I？ 没有嘛，对不对？赛口山才有，还是海伯伯利的本身就有？哇，忘掉了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们只记得一个 I theta 可以等于 cosine theta 再加上 I sine theta。Exponential 负 i theta 等于 cosine theta 减掉 i sine theta， 假设我两个相减 ，exponential i theta 减掉 exponential 负 i theta 会等于相减二 i sine theta， 所以告诉我们 sine theta 等于二 i 分之 exponential i theta 减掉 exponential 负 i theta。 啊，你看看，只有 sine theta 下面要有 i， 好，另外一个就没有，你这样记起来就很好记。所以果真正不应当有 I 要放在这边，所以实数部分是它，虚数部分是它，把 I 再提上去又变负的，所以就变正，没错。所以我们 U 会等于 sin x hypercosine y。 OK， V 要等于什么？ cosine x hypercosine y。 OK， 好，我们来算几个东西好不好？记住哦，记住你几个式子哦。cosine x 的平方再加上 sine x 的平方等于一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hypercosine y 的平方减掉 hypersine y 也要等于一。OK， 这两个 equation 啊，
大家都要记着，好，忘掉你就回去查一下。那 y 等于 constant， 这个是 vertical line。Y 等于 constant， 那你要怎么做？你在算它 U 跟 V 本身的一些特性。U 平方是不是这两个平方 ？V 平方是这两个平方。假如说我们把底部除以 sin 的平方 ，u 的平方，所以这个就变成为 hypercosine 的平方。右边我把它除以 cosine 平方 ，cosine 平方，所以这边就会变成 sin hypersine 的平方。假设我这两个相减会变成一。因为 x 等于 constant， 所以是 constant， 两个 u 平方除一个 constant， 减掉 v 平方除一个 constant， 等于一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椭圆，对不对？这是 hyperbolic， 对不对？这是双曲线是吧？对对对，双曲线。OK， 很好。另外一个。当 y 要是等于 constant， 我们会得到一个 vertical line。一样，我们来运作一下 ，u 平方放在这边 ，v 平方放在这边。既然是 y constant， 我就把 y 除掉 ，u 平方我除以 hypercosine 平方 y， 所以剩下 sin 平方 x。b 平方也把它除以 hypersine 平方 y， 就会等于 cosine 平方 x， 因为两个相加等于一，我也把它相加等于一， cosine 的因数就把它弄掉，哎，这个就变成一个椭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完全按照这个说讲，大家就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它的一些特色。紧接着课本呢，有几个地方呢，跟这个差不多了，我让你们自己看。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 sin， 那是不是代表一件事情？我们也可以是 cosine， 我们也可以是 hypercosine， 甚至 tangent z， 通通都可以。请你呢看一看这个地方 ，homework。OK。section 是 7.4 OK， 这些都是给大家练习的4 11 22 24